面对农业欠耕的问题，无人机的应用会当讲是相当重要。为着要测试无同类型的无人机，伫喷野方面所带来的效益，市区台北甲中央以及各相关单位合作，争取中央经费，以大规模试验场域来验证这项技术，同时也举办成果展对外展示。面对农业扩耕、用药安全、甲农药减量等等的问题，无人机会当讲是相当重要的应用。为着要测试实际效益，市府甲中央以及农民场等等相关单位合作，以大规模的试验场域来验证这项技术，即卖也举办成果展。除了向农民展示使用无人机的效果以外，也喜欢规个操作，让农民更加了解。那我们现在农业呢，最缺乏的就是人工跟人口的一个老化，那找不到工人，找不到这个年轻人来从事我们这个农业。那我们为了要解决这个缺工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启用了无人机在喷洒农药这一方面呢，做一个努力。那由今天的一个成果看来是势在可行，那我们非常希望说无人机能够广泛的运作到我们农产品的这个运用上面去。同时也为着要合作有兴趣的农民还是这项技术，农业局物都不弃养所也跟民航局等等单位研商，规划在八月底将会开无人机专班。因为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喷药啊，牵涉到伊的安全问题哈，以及是这个农药的使用要正确，才会用来发挥到伊的效果。所以伫这个法令的规定方面哈，咱伫这个等于讲咱的驾照的部分，但是对着无人机的操作哈，但是由这个要符合到民航局的这个规定。所以民航局的部分又设计到一个要考这个驾照的部分。在这个农药的使用的方面，在咱这个农委会但是由这个药毒所来负责到这个大喷业者的这个训练，所以这个部分是注重在这个农药正确的使用这两方面等于讲有两点的这个证照。希望透过传统产业甲科技的结合，会当吸引更加侪青年回来故乡进行科技做产的意愿，进一步解决农业扩耕的问题。同时也提醒无人机应用在农业上的发展。记者陈依瑜，后壁区采访报道。